你没有隆重邀请一下，我怎么上来呢？歌坛情人啊，陈安。Hello， 现场所有的夏飞英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安。我是阿飞，大家好。是的，哎，今天怎么又跟你同台啊？今天当然同台啊，歌坛情人。其实我们平常我们就打对台了，对不对？那我打对台。有了，我在119台。大力119。是的，那你在第几台？我在早上，是不是？是的，早上我在8点，在89台云林县。全国89台，是不是？全国是120台。所以哦，全国120台，刚好是100。所以就刚好在我的隔壁，在我的隔壁。我是119，快点过来。同样的，我们都是同样的时间点。对，早上8点。对呀。不过你8到9，我是8到10。我要过午了，我要过早上11点，晚上6点，晚上9点。啊，多多帮我们请，多多哎，多多支持一下。你口罩拿下来，我们要离远一点。哦，我现在保持安全距离。是的。对对。OK， 那我们今天就是保持这样的距离吗？对对，这样好。是的，这样比较安全。今天非常的开心。刚刚县长也有交代，市长也有交代。对对对，哎 ，Bingo， 没办法。我看到帅哥，我的主人的出轨。那我看我们口罩拿下来就离远一点，社交距离要1公里，是不是？是不是1公里？应该是吧。是1公里吗？这样够吗？够吗？够吗？哎，来，我连续出了好几张唱片了。是。那个陈安都是我的歌坛情侣。哦，搭档啊。哎，对的，因为哈，其实我们第四台里面。嘛是真侪人才嘛，真侪美女啦，哎，按人才算过啊，啊那美女算陈安俩，其他都拜拜啊，看不上，看不上，像你家用啊，都无讲介水啊，够缘投吗？阿吉唱片吼，连续出几啊条歌，是，这地是《霸王别姬》，后一地过一条是《荆轲》，哦，那还有再下一张唱片嘛，拢这招好啊，叫做《枫桥夜泊》。好期待哇！都是台语歌，非常的期待。可是我最好奇的是哈，我们那时候主打的《东港阿郎》跟《霸王别姬》，在座的现场的所有的好朋友们，你们有没有听过？没有。有的话举手一下好吗？有。哎，还好，至少还有人听过。其实《霸王别姬》跟《东港阿郎》都是3立8点档，对，抛花心爱是北片，对，片头片尾。他在片头片尾。是。对，那我还有一首歌，在那个《天之娇女》。对，天之娇女去年有一首歌，阿爸，那嘛是我写的歌。那一首歌曲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当时在录音室的时候。对，对。您录到那我写的歌哈，都是雅俗共赏。哎，没错。哎，对嘛，阿伯嘞，《霸王别姬》边那些台语的，对不对？还有《荆轲》，是我后一代专辑哈，拢制作好啊。过年这一段时间其实推出了啦。阿爸都是荆轲专辑了，对哈。那还有一首歌，明年1月、2月会推出，拢制作好啊。MV 还没拍。而且这些歌呢，都是《枫桥夜泊》。嘿，《枫桥夜泊》。这些歌都是你自己写的。都是我写的。自己创作。所以你们话比超超啊，吼，很有学问呢。是的。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？哎，我们能拖时间吗？可不可以？我们可以太久吗？够吗？因为我们提早上台，我是怕我们10分钟是不是要稍微，我们需要延一下嘛 ？OK 吗？时间 OK 吗？没有，因为他给我们10分钟的时间，那现在是提早上来，对对对，提早上来，那所以稍微聊一下。我是不是在帮您宣传一下哈？您除了词曲创作之外呢，那么在我们的斗六的红蚂蚁生态世界，这是也现场跟我说的好朋友介绍一下。比这边还逊色一点点。对对对对。哎，晚上在群组里面你看看哈，那个灯会是我们的。我们那只龙哈，是，跟这只虎哈有拼，我这只龙做250万。在哪里呢？在斗六市湖山里。十二年路甩下 K 哈，73支。怎么找到呢？那用走的。上网要怎么扫呢？不用扫了，这么近的地方，刀老龙马在。哦，写红蚂蚁就知道了是吗？对对对对。OK。哎对，哎，来，给我们的时间能够给我们多少？嘿，因为我要等下一组的艺人，对不对？我怕我们对嘛？哎，你们这个拖时间呢？我那拖了2点钟嘛，是在拖。我们可能会讲到结束哦。OK， 对了，我不知道现场的所有的好朋友们有没有期待我们带来的歌曲，有的话给我们掌声好不好？没有人拍手，不喜欢，你让你起来，对不？哎，奇怪了呢，啊，这个平常哈要有掌声才会有动力，我们不能太拖时间的。哎，来，继续播啊，第一首歌曲，哎，阿奇写的哈，叫做《东港阿郎》，我去东港想到陈一郎，所以我写这一首歌，是纪念陈一郎，《东港阿郎》。
来献给大家掌声。在咧斗六圆环开幕，我们会新歌发表。我有一首歌叫做《思念阿龙》。哦，也是跟阿龙有关系。对，那是续集哈。是的。海风海烟飞。哎哎哎，你不行了，你现在早泄了。